哦，好多人，假日都比较多人。啊，这里有一个，哇，这个叫做火焰山呐、啊，啊，火焰山呐、啊，好漂亮哦！哇，大家都在这边观览，观赏海涌、海浪，太美太美了啊！有人在跟礁岩上面钓鱼，好赞啊！看他有没有钓到大鱼，还是钓到美人鱼。哇，这个景观真的是太美太美了！哇，那坐在礁岩上面，观浪也是蛮不错的哦。那个浪哦，在眼前，哇，波涛汹涌，非常非常的棒。等他来了来了来了 OK 是心明生日，啊，这号做挂香，啊，无就是人在娶某。大哥，你讲安尼就对啦。因路拢总点灯甲菜，迄就上咧办喜事，而且这应该是大户人家啊。人咧结婚，即讲叫做大户的，大户一定请足济桌的啊。是啊。咱个中华人来个顿了个节度。你无熟悉，谁人去用赶？对啊，我无迄个面。你又无熟悉咧，我白讲。真好赶的时，咱只包一包红包啊，好伊啊，对不对？通常是白赶人，小碰福气就对。小碰福气，姐姐俩参一个喜。大哥啊，我听人讲咱新娘较有好。新娘神东江是上大，你若咱着新娘的话，你今年福气就足大。阿姐。你去揽新娘，啊新娘，假使那是像素珠啊，迄揽着，迄会衰呢。啊，你知唔知啊？好啦，啊，你着眼观四方，耳听八门，那是好的，你才敢揽着。就，安尼啦。就，
只水果。哦，啊，只水水胸坎怎啊弄落啦？真牛诶！哎呦，你吐泪哦，我洗目睭哦，哈。不是，你搞错只做啥啦？你要答应我，你袂当嫁互伊。为啥毋袂使？我伫总讲一句，袂使就是袂使。耀星，刚刚你对我，我对你无用，我家己知影我身躯有限，所以我无可能敢孝顺你。那你就更加无理由将我带出来啊！自从阮爸过身了后，拢是伊替阮爸咧害伊的债务，伊会代阮代爹，我这世人也还袂完，我只好嫁予伊啊！这代志毋是你所想安尼，你知无？你到底想要讲啥啦？李丽珍，丽珍，回来！请问这位新郎，我不得问，人甲一粒还是新郎？我知影你是。敢讲我甲一粒是新车是？我就是新郎本人，陈文山，陈冠伟师爷。开始。阿爹，你真精啊！叫我做狗，别叫阿爹。你真正是有够好大诶！啊，自盘古开天，我从来毋捌看过讲，迄有人迄阿爹要娶亲，做后生诶人新娘甲我带咧走，你即摆是安怎？啊，大汉来哦，会飞啊你呐？你后生可能娶出来是惊你，这上水娶诶，可能免三日你就转命啦咯。是没有你了，搁加只几年啦咯。唔只试看卖，伊唔敢提袋几斤重。哎，张光伟，张光伟，张光伟啊！哎，是你的大兄，已经卖受气啦。你这只新车是要晒啥物？卖受，卖受。我即马做新郎，我唔甲你受气。哦。我即马要带新娘转来试车。来，多钱？叫我转来去。你谢啊！爹，阿爹。这是天下一大奇事啊！对哦，你是不是应该倒转去跟你阿爹好好参详一下？我在了参详。这件代志我在了参详，我在了参详，这个代志解决未煞。我专工要来你做生意。我来这吼、是讲要来找一个真有名的大夫，姓李的。对，姓李大夫。李大夫是啊，伊是我阿爹，不过已经袂活，已经过身了。哈？你哪会死啊？我是闻名而来呢，听说李大夫不但医术高明，而且呢，伊吼有囤真侪迄个珍贵的物件，我穿十万两吼，要来给伊买一项真宝贵的中药材，冬虫夏草。稍等嘞，你拄则讲要开偌济笔？十万两。我你讲，你即马先讲起来，拢带入去，花一点时间，我处理一下因些代志。我跟你讲，恁今仔真正好运，冬虫夏草，我拄好有。
我提给恁。不一样，你大夫才有啊，伊也有哦。恁来这么稳着？啊，这个物件清清采采、随随便便讲有就有。哦，厝内哦，灶卡哦，三顿我嘛爱提这落去煮。不要。开玩笑，真正。来，你来看卖见。台挂关的。哦。这。这是咧卖蛇啊果哟！你提了姿势无介好看，这叫做当穷下错。当穷下错，我唔对。处事当真。当真。哎呀，这想要气死人！你这嘛啊，什么意思啊你啊？啊？当穷下错，敢那伫个青海、西藏、四川、云南、甘肃、贵州、台湾，真少无这个物件，哪会爱？当穷下错，闹迄个凊彩一百斤，啊一百斤呢，两百斤，凊彩挑出来就是有。代表你讲的话不是真，你这人啊真歹心，得骗阮的金，安尼是唔是？歹心又歹心。啊，无唔对，无唔错，无唔错，我提真的给你讲，提真呢？一分几啊层，分几啊色。哦，刚才你内行啊，无意见，真哩卖人我唔知呢。对啊，请请看，海挂关呐、啊。啊，这个也无咧叮当，你来动眼去。啊？代表伊是真哩成交。嘿，水亏。嗯，来，是讲咧啦，我想要甲恁做一下生意。一个有生意要做。哦，所以哦，等我买钱，把你嘛看出来真甲假。哪咧哦，涂骹遮，我俗俗啊卖恁一万两。我是恁内行的才看哦。啊，这个假啊，你这个外行的人看无嘛。啊，你哦，俗俗啊一万两卖回去，你凊彩嘛搁卖咧十万两，你看你赚偌济？哦。有理哦！你先叫上阿爹啊！你当时一个囝在大汉，我哪唔知？你叫家转来啊！你啊！爹啊！嗯，卖阁做歹势定个代志啊！你这个业主啊，你怎么是乌白讲啥？怎么做啥歹势定个代志啊？你知你怎么你介绍讲话无啊？啊！我你哥哥嘞，唔是？我阿爹嘞？因我看袂过啊！星期的三点跟五点，你要知道三点跟五点，我才出现这样的妖怪。啊！啊！是啊是啊，我今仔搁剩遐济，哎呦，免怎啦？你今仔无人买哦？哎呀，阮家的人劝我吃青，啊，今仔搁剩遮济，啊！我阿娘，你走你走走，紧来紧走啦！开头拢买无？啊！啊！三宝。是，也够其他每一打我拢买落来啊！什么？不是，多谢长官。那边做生意，他去了着钱，知不？哈、嗯，你真的是大神灵呢！讲三点到五点星时时阵出现妖怪，这人拢唔敢伫遮做生意。水做了了嘞，规打拢无人买，竟然出现这个官官，拢总甲因买，可见这个官官是一个好官啊！海挂官呐！你今天还无吞哦？后摆内衫外穿就是学你的是无？我甲伊看一个真相，不但人缘投，一表好人才，身权又阁有够。阿娘若是肯委屈，你感觉讲伊敢配我的气？你哪样啦？大哥，你是咧七家宝配，还是咧七三公？爸爸呢？啊，各位，我看恁应该是外地来啦。哎，外地，我是出外人。哎，大家拢出啊无半下，哎，李一腾，我自己啊到当时我上爱食。要食年羹，我才带你来食啦。多谢公主，那咧，阮暂时来去休困啦。好啊，是。行啦，咱就行就对啊啦。
为啥拢无出来见我？即摆剩我一个人伫遮，为啥拢无出来见我？我到底做唔对啥物代志？你变咧处罚我？好啦，即摆物件我穿啊好啊，也阁有你上爱食李亚当。而且你遐糖是我一世人上爱食的，对不对？我就是食你遐糖，才食到糖尿病。哎呀，你也无食，对不对？我才无咧差别。您爸糖尿食到当只袂？嘿，细了会先食，大了会等下才食。哦，青的呢？要得地呢？您拄则有看我挽一支无？有是去有贵姓为名？